大妈，哎，您这颈椎粘连的很厉害呀，是吗？平时疼吗？疼，有时候啊都疼得晚上睡不着觉，尤其到了这冬天更厉害。您拍过片子吗？拍过，我带来了。哦，我来看看。 大妈，您看您这椎骨的第四、第五节啊，都已经轻微错位了，难怪您平时疼呢。成，我给您处理一下。哎，您收好了啊。放松啊，大妈。您相信我吗？行行行。好。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 给你吓着了，真麻呀！来，这边啊，放松，放松，刚才很好啊，一、二，走。怎么样，活动活动，感觉一下？什么呀？嗯，好像是轻松了很多哎。是吗？嗯，成，那咱们接着来啊，来。 手抬起来，放松啊！一、二，怎么样？舒服点没？不疼了，不疼了吧？嗯。 大妈，我跟您说啊，真的不疼了。平时这个颈椎啊，要保暖啊，最好戴个围巾。好，好，好，嗯。平时啊，这衣服扣严点，后边不能着凉。真的不疼了，不疼就好。My God， 张晶，我现在对你有一个重新的认识。 什么重新的认识啊？吃饭都堵住你的嘴。嗯，你就把，你大妈，咔咔一两下，就他的颈椎就不疼了，太神奇了。我呀，今天只是给他缓解一下，要想痊愈呢，还需要一段时间呢。嗯，那你把他那脑袋那么一拧，不怕把这个人渣给拧断了吗？ 这个推拿按摩呀，分八法：手摸心会拔神牵引，旋转屈伸，提按耳朵。算了，我跟你说呀，你也听不懂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打小研习这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医心得，没有这些年的苦练，我敢给人治病吗？张晶，真的，我现在太崇拜你了。 你简直是华佗在世，神一样的。行了，你都知道华佗了，这牛让你吹的没边儿了。我是说实话，真的。张老师啊，嗯，这位是您朋友吗？啊，我们家房客，杨帅哥。 一早上了，我就看你围着我们庄老师拍啊拍的，你是摄影师吗？是。你们还真说对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人家可是给 Discovery 拍过图片的。哇，这么牛，好厉害啊！庄老师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您认识这么帅、这么牛的摄影师，你都不知道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？就是，介绍一下。这不都认识了吗？他叫 David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David。 你看啊，我们呢都是庄老师的学生。既然咱们现在认识了，要不然你帮我们大家也拍点照片吧？哎呀，对，就是我们也拍，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我主要的拍的是风景，对拍人物并不擅长。哎呀。
瞎说，这上午还少给我们庄老师拍照了。就是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就你们看见那些什么男人装、女人装封面，那些大模，好多照片都出自他的手。听好了啊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我曾做的一切你会珍惜吗？像慌乱中坠入悬崖，鱼儿有谁跟随？树叶有风在吹。我曾想过一生作陪，却发现这是幻想的美。哇 ，terrific！ 对对，你也来唱一首吧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带用用了。杨哥们会弹吗？不好也弹不坏吧。行不行啊？你可别玩线了啊！哎，玩线了，你给姑姑整啊。行。下去吧，演砸喽！不行你就别逞能了。下去吧，演砸了。下去吧。做成的情，那是谁许下的愿，谁的意？听北京花开的声音，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。听北京一座城的情，那是谁许下的愿，谁的意？北京花开的声音，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。听北京一座城的情，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。